哥，哎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嗯，饭菜都在锅里了，你到时自己热一下啊。哎，推了，不推。滚！哎，老公，我跟我闺蜜去逛街了啊！你工作一天了，也挺辛苦的，就不用你陪我去了。行，你俩去吧，不远了。那我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老公，饭给你做好了，在锅里，你到时候吃的话，放点热水就行了。放点热水就行了。妈，回来啦！你俩蚂蚁事先走了，饭菜在锅里热就不能吃了。妈妈，你咋还不回来呀？都两个小时了，我都饿死了。姑娘，是不是等着急了？妈妈怕你饿，早都把饭菜给你放锅里了，添点水就能吃啊。老公，我去看电影去了，饭做好了，在锅里，你加点热水就可以了。